也不像袖套呀，这些是袖套吗？啊，大哥，你闻一下有味儿吗？你他妈神经病！给你买冰淇淋，你最爱吃的。哦，谢谢啊，啊，我吃那个味儿的。这个。啊。你干啥呢？哦，这丝袜啊，我就说不像袖套。你多多少少沾点变态，还袖套？他没见过世面，乔治，你还给他买了？嗯。行行行，要不我上前面去吧？不是，啊不，你别走啊！你干嘛还关门呀？这是你之前最喜欢吃的冰淇淋吧？我可都记得。不是，你说咱俩这现在孤处一室合适吗？那我坐过来了，我帮你。多大个人了，还喜欢吃这个？之前我俩不是最喜欢吃这个吗？那你喜欢吃，可不是我喜欢吃啊。我俩都喜欢吃，你还说那个我要长胖了，你一样喜欢我。那不行，你要长胖了，我肯定瞅都不带瞅你一眼。哎呀，咱们递衣服上了呀，我拿张纸。Only I was here, I was没干嘛呀？我懂你这总不该看的别看啊。不是又没干嘛呀，看啥呀？站回去。不是你升起来干嘛呀？哈，这不是想跟你两个人待在一起吗？不是你想干嘛呀？啊，我想